引き出しの中だ。全部持っていけ。引き出しの金じゃ飯代にもなるぞ。本当に金はないんだ。もう公子閣下、金が欲しいだけなんだ。命を取りに来たんじゃない。だが言わないと刀を使わ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。勘弁してくれ、勘弁してくれ、助けて、助けて。奥さん、金がどこにあるか知ってるんだろ。こっちに来ないで。金の在りかは言わないと窓から二人とも投げ落としてしまうぞ。勘弁してください。老爷，你就告诉他们吧，难道我们俩的命还值不了那点钱吗？闭嘴，那钱是给太后的，给了他们，太后那儿怎么交代？言うのか言わんのか。20万あそこに。金庫の中だ、金庫の中。中のトランクに20万入ってる。番号は124。全部持っていけ、全部持ってってくれ。やったぞ兄貴、この金があれば北海道で家が買える。行くぞ。雷人だ、雷人だ。哎，你终于出来了。冠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啊，我一直在这等你们，快上车吧。走走，快快走。怎么才来？对不起大人啊。你们怎么才来呀？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愣着干嘛？快去请见。什么情况？钱都被抢走了，你们才来？劫匪长什么样？有没有什么线索？讲的都是日语，可是我总感觉就像咱大清朝的。会不会是杜兴武？杜兴武？天哪！他到我们家都来去自如了。哎呀，不对呀，他明显说的是日语啊，还说在我们家拿钱以后要买房子买地呢。哼，他是在演戏，他知道美金在这儿，他有内线。内线？谁呀？关小姐，雪哥哥，是他。对，就是这个雪哥哥，他曾经化妆成孙文，骗过了我们。来人。是，送夫人回客房休息。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怎么能睡得着啊？哎呀，回去睡吧，明天我们还要坐船回国呢。夫人去休息吧。哎呦，大人，您还回国呢？这美金都丢了，折子得改了吧？啊，我还有别的事儿跟太后禀报，我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抓到这些劫匪。哦，这去码头。成了。太好了，总算是物归原主了。秀虎、刘胜，你们可算是为我们中国革命立下了一大功。苏先生，还有我呢，我接应新武他们，我也有功啊。关小姐，你当然是有功了，不过我把你的功劳可是记在新武的账上了。哎，苏大哥。苏先生又打趣我了。苏大哥啊，还有几个小时天就亮了，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会儿吧。嗯，好，我先把钱拿去交给孙先生。好，小心。嗯，关雪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啊，不行，我还要等到明天早上送你呢。好吧。
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你为了我冒那么大的风险。你知道的，我为了你什么都敢去做。可是什么都别说了，有些话就藏在心里吧，永远都不要说出来。苏先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给我搜，一定要把孙文那帮人给我找出来。是是。龚总。是是是。